我把那个水给摆上，不吃给啥吃？拿点水给海安也，我给他煮死给牛来吃。然后就主要是去了龙潭那边。哎，没大鱼。哇，看我这肚子好撑啊！真的好撑，倒人一趟，这个路线都大。 来，又下来了，下来的，追他。
又去上了那一只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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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开下午再说嘛，下午不落雨了再说。下午继续落就好，等着，等着下午。好，下午就不等了。这边看着这个，好吃，好吃。嗯，刚爬到高处。呀，好冰凉。那咱家有啥树？这是圆儿，红圆儿就是。快挂了呗！快下来了。下熊猫，熊猫幼儿园在里边。你吃过来，你锅里你煮炒了个熊猫。啊？你过来了。啊你是猫，那你的什么？哎，我好多苦，也不吃。抓紧了。这才下一个看不到。再从这儿走。小孩儿媳妇今天胖了。喜欢爬树，热爱树。嗯，他爬树快得很，这个如果两下就爬上去了。想，哪个爬呢？哎，大象最大的。这熊猫还比较干净。哎，这个来，他两个打架，他两个打架。感情还比较好，两姐妹。Thank you.
小时候知道的多。我打成头了。看像不像玩具？它像玩具，那种毛绒玩具。觉得比大的人重要的大熊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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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嗯，老拍屁股。哎，有一个明星熊了，一般那种因为那种玩具的人玩都要把那个明星熊弄上来。哎，谢谢，把宝宝捧着。